你好，这是中秋节。中秋节是中国人的节日。中秋节的农历在八月十五日。在中秋节，中国人看月亮、看圣诞和吃月饼。很久以前，天上有十个太阳，后羿射下九个太阳。玉皇大帝给后羿一个长生不老药，后羿的妻子嫦娥偷吃后羿的长生不老药，嫦娥飞到月亮的里面。后羿夏日和嫦娥半夜的故事。我是观众周杰，自助版来了。